Christmas 那么经典的生意真的是 everywhere。 就在这个曼谷的铜锣区，我们的店开张啊，呜呼！然后我们的店也很满，现在准备迎接今晚的帅哥，干大爷的。坐下，坐下。萨瓦迪卡，欢迎大家来到了曼谷的铜锣，我没有变性，我只是变声，因为我被上海的太阳震撼到了。 所以我从上海直接来到曼谷这里的这个快乐行程，为什么要重来呢？因为我们的店开张啊，呜呼！这个就是我们的店，我们的店呢就在这个曼谷铜锣区，铜锣呢其实就是曼谷版的邦莎，就是有很多的商业大厦，然后这个T1岛也是最出名的一个地标这样子啊，然后这个地标里面有各种就是跨国的集团都在这里上班，有腾讯啊 ，Shiseido 啊等等的啦，白天就很多人来上班，晚上的时候呢就是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最 hit 的 night life 的地方。这里呢有曼谷最红的那个水母吧，然后有这一个 Chupa 就是一个 hip hop club， 然后还有 girl， 还有这一个 paper plane， 还有我们的 pump beat。 所以 pump beat 呢白天呢是咖啡，晚上呢就是酒。反正讲这样多，我们直接进去 ，Let's go。<Yeah. S 1> 它就是小而巧啦，但是你知道自己的地段太黄金了，会觉得很赞。我还有我们 grand opening 的气球，然后呢，呀，就是这个 pump beat。 然后呢，这两天晚上呢，都会有我们的这个 grand opening event，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写，有没有很多帅哥？有。我最大的原因，为什么我想要投资这个 project， 就是因为很多帅哥。所以接下来这两天呢，都会有很多 guest shift 啊，然后很多的活动。那基本上之后你们来曼谷会不会有呢？还是会有的，因为我们在曼谷的只能讲说众星云集，有很多艺人朋友啊，明星调酒师啊。 明星的这个咖啡是一堆明星就对了啦，而且呢，我们这个原本的 founder 呢就已经很明星啊。来看我们的 founder 有谁，一整排的这个得奖名单可以摔死你。你也是有在里面哦，我就在这里 ，Global Top Five Hennessy 就我。对噻，所以本来这里的 menu 就很厉害了，我们有自己的烘豆师，我们有自己的调酒师，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啦。我的声音现在也 bass 啊，我没有听过我的酱油 bass 过。 哎，陈天，要跟我 比 base 吗？我的 base 现在很勾脸。你赢了这次。我现在是那个瘦子，哎呦，我是瘦子意思，OK。我不能再看披荆斩棘了。我也是瘦子。哎，胖胖的。我看你。哎，我们还有很多很可爱的咖啡豆子，我们有 Pumpkin Blend， 然后有 Doctor Blend，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把那什么自己烘的豆子，哎，真的都很好喝。还要 order 一杯吗？好的。One the new and one mango sour。 我们自己的店也是要给钱的，这样子做生意才不会亏钱，你明白吗？明白。不可以讲说老板来啊，然后就免费。我们老板是有 discount 的。生意一零，自己开的店，所有股东来都要给钱，不然你会亏本。来，现在小明呢就要示范还用 cash and go 来在泰国给钱，我们店是可以的哦。这很简单，就打开你的 cash and go 我的 scan 他们的 QR， 对，然后就马上可以看出马币你要给多少钱了，32.86块，4杯，4杯32，哎，然后它的 exchange 其实我们有对比过，它是 OK 的啦，哇，弄到这个阿里费的耶，那个耶，所以这边的那个定价也是，我们定价是 OK 啦，对对对对对，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且我们刚好今天开张，现在开张的这个买一送一的酬宾大优惠。 对，酬宾大优惠，所以可以看到是我们这一边呢是就是咖啡，后排呢那些都是 cocktail， 就是 draft cocktail， draft cocktail 就是你知道像拉啤酒这样子一拉的。我们先喝完咖啡，先找 C1A 嘛，先 coffee， 等下再 alcohol。 橙西美式，我们要加 espresso 加橙汁，橙西美式是我们很热推，就是各位打工人们就是下午的那一杯。 这个也很适合早上喝，它又有一点 fresh 的。所以它是 refreshing 一杯，不会太甜的，就是它 dirty 来了，就是哇，很好喝，我们的冰，不是开玩笑。真的吗？你喝看，它的奶香之浓郁，真的是非常的香。这位老板为什么是第一次喝的感觉？<笑>每次喝都很惊艳。 在马来西亚有这样子聚集冠军的一些，有啊 ，JWC， 还有 Greater Studio， 每个都是我们心目中的冠军。这个呢是我们家的特调的这个 signature， 这个叫做 Pump Beat Signature， 桂花柠檬冷萃咖啡。我们从上海回来，你的中文变很好，对，冷萃咖啡我都讲出来 ，Cold Brew。
这杯我很常点，所以我大概很常念收啊，你比我还熟，我点的 menu 这样。好了吧？我难怪你这样喜欢。这杯呢，就是女生会很爱的，它是有加糖。我个人呢最推啦，不爱甜的人，爱咖啡的人，我最推的是 Dirty， 或者是橙 C 美式，或者是你要喝冰美的话，当然就喝我们这一个啦。最推是 Dirty。对，然后我其实这几天有遇到一些朋友，他就问我这个会在哪里先买。我们每一间店都有不同的 recipe， 每一间都这么好喝。所以要喝这一杯的话，真的是要来到这里喝。接下来，我们接下来会开店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懂吧？大家都懂。我们还有一间店要开，然后我们还有不止一间店要开。也是好喝的，可是这一个真的是要来曼谷才喝到。Princess Leo 今年的生日是 Everywhere， 一直看到我们相关的一些产品。对，干大业的，做大做强。做大做强，我们都是负责 marketing 的部分，不要吓到 OK。哇，老板娘来了。老板娘来了，要什么？橙汁一杯。橙汁一杯。我是不会的，有冷静的研究一下这杯子。嗨个屁 ！Free ball， 发呆啊！你是做错 step 了。Where's the knock box？ 哦 ，here not here，sorry。红红特调，哎，我们这边就有的 menu 来的。你亲手泡了吗？多少钱？标价标价来，500。500。OK， 还不用500买掉啊？不是，麻痹还是太苦，太久也不掉哎。泡的橙汁美式，然后看来，我觉得你这个做到 balance 不错，这个比例跟你一样，适合我的口味。为什么小明没有女朋友？他很会撩哎。他就对不重要的人在那边讲一堆废话啊。他看到真的。我怎么感觉自己不重要？哇，你看，很会撩哦。那我们现在找 C 碗 A 的顺序呢，就来到了 A片的 A。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 signature， 就是一个 mango sticky rice 一杯，所以我再去弄。因为等一下呢就要开始巴蒂了，等一下就不是我这种烂人可以上去吧台的时候了。先做一杯，做好，等一下我就要回家换衣服，准备迎接今晚的帅哥。耶耶，这里整排都是我们的 cocktail 来的，这里还有一个，这个是啤酒，真的很可爱。Mango sticky rice， 这杯就是我们的叫这个。Safe and sound， 它基本上就是 mango sticky rice 的味道，然后超级无敌好喝，就很有泰国的感觉。我们这边所有的调酒就是简单快速出杯，主打就是一个让你快快喝快快醉。我自己是最喜欢也是这个，然后还有一个的就是那个 Don Joe 里面它是 Jackfruit and Gin， 也是 JWC 的经典特调。那一杯的话其实在 KL 也是有类似的味道，但是在曼谷当然有曼谷的 Jackfruit 的味道，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不同品种的 Jackfruit， 所以我现在要回去换衣服迎接晚上的派对，走。对。这么多人，没事，这么这样多人。可是有什么特调？有咖啡特调、咖啡香槟、咖啡烧鹅，还有咖啡早餐。他的花式表演拉到这样高潮，我等下胸口不睡一下大水，要说不过去是不是？我决定拿那个头去敲那个酒枪。但铁头功，没有了。好了，吃饭了各位。吃饭。